西门町六号出口，欢迎来挑战。又在发起街头挑战，刚看限动，我们的四轮兄会在这周五举办一个街头单杠奖金挑战。此时我的脑袋飞快地闪过各种画面，直接去现场获取高额奖金，假扮成健身妹子去欺骗感情，乔装成轮椅老人去恶心四轮。决定了，我要乔装成轮椅老人去获取最高奖金。首先，我来到了市场，买了一顶绣有台湾国旗的鸭舌帽。台湾国旗，这顶是哦。哎，有帅吗？帅啊！帅啊！帅啊！而后到了大卖场，挑了一套长辈感最重的服装。哇，光是这套下来，感觉在公车上都要被让座了。服装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测试看看坐在轮椅上能不能成功拉起引体向上。来喽！是，这轮椅大概将近20公斤。我一开始进行就是吊着20公斤的杠片，然后进行负重引体的训练。引体挑战当天的上午呢，朋友向我介绍了经常在电视电影化特效妆的嘉龙，来帮我变成超级老人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现在就只差老人装就可以去现场恶心四轮。嘉龙，你觉得我画起来会老很多吗？应该会，因为你轮廓还蛮深的。就那个眉，我眉骨比较凸啊。嗯。颧骨也凸。对。下巴也凸。你要全能按手。哎，这太像了吧！我天哪！感觉好像那个红宝强。黄宝强。四人已经算是认识很久的好妈鸡，所以我猜他等等的反应应该是会劝我先不要闹。阿伯，危险了，唔通。但是呢，我如果执意留在原地不走的话，他应该还是会想办法让我就试看看，然后再让我自己放弃。他会说：好，阿伯，如果能够坐着轮椅成功挑战，拉一下直接1000，好不好？直接1000，就是要。诱拐他讲出这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街头挑战是引体向上，我还特别去买了这个移动式的引体向上，可以到街头做挑战。四轮现在好像已经架好他的单杠，现在就是要等人潮多一点的时候。就直接给他灌入进去。好，7、6。
胸，准备好你的手和右背。哎，什么东西？乱七八糟！啊，不要拍！干什么玩意？哇，现在现场人很多哎，人潮已经聚集起来了。我觉得差不多该是我们进场的时候了。走走走走走，一群人了 ，It's show time。阿北，如果能够坐着轮椅成功挑战，拉一下直接一千，好不好？直接一千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好，他好像有一点听不到。来喽！来喽！来来来！抓稳！等一下！来帮扶一下这个，扶一下这个，他应该已经抓住了。来喽！准备来喽 ，OK， 来。OK 了哈、哦，好，放下来，好 ，OK， 哦，太扯了吧，吓到哎、欸，14下，14000，我刚好14000全部发光，大家可能就不用玩，14000块，大哥，你平时有在训练吗？怎么那么厉害？你平时有在训练吗？我训练了。太可恶！哇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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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哥有花招吗？别大哥了，我们也没差几岁好吗？我们也没差几岁好吗？有人知道他是谁吗？哟，各位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们奖金都拿光了。刚刚多少？14下。有点力竭。这轮椅20公斤哎，负重20公斤，14000对不对？14000。我跟你说，13000块，对，我就买你今天这张脸 ，OK， 好不好？你这个吃惊的脸，好吗？这叫做13000，留给大家。你刚刚没有吓到？你刚刚没有想说，这个老人？是因为我最近很怕检举他了，就是那种看起来默默不说话，然后在那边去看牌子的，我开始慢慢加入，我也是没办法做的，好，下次再来。什么东西？
乱七八糟。而且这个轮椅是不是上次脚断掉啊？脚断掉要点医药费啊，医药费就来找我们四轮兄拿一下，好玩就好。那不打扰你的进度了，不打扰你的进度了。OK， 好，挑战顺利，好，奖金发出去，没问题。啊，我先，你先，那个去旁边买个茶喝一下。OK， 阿公店那边走一下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该，哎，藐视这个牌子。再撵过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。我是盖伊，我是超级老人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我是超级老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刚刚是你扶他的吗？那你扶他的时候有发现吗？没有，没有发现。刚才真以为是阿北，对，以为是真的阿北，对，吓到了。刚刚三响，海军陆战队吗？